好好的保持好，那这样的话整个地图它会顺利，又没有问题。担心就是怕就是什么水土不服，然后导致于哈在土当中的哈就是有一些的哈就是不是很好的土壤化生。那我们的哈就是说在这边我们也建议就是说你们在整个旅游当中有任何问题，尽管跟我们的主团社讲，那主团接待社讲，那接待社包括主团社他们可以共同反映，那我们一定会随时把这个解决掉。好，那今天的话我请代表我们叶子来这边助唱就是万峰的一个方面之一同时的话有意思我们接待台湾行能够圆满顺利，谢谢各位。